相较于同样是征收土地，新辟路廊的花东快，采风壁式快速公路设计，时速可达100公里，能缩短花东间一小时的行车时间。而花东景观大道征收大量土地与良田，新辟路廊后，车速却仅有从50公里微幅提升至60公里，加上大量的路段被插上了红绿灯与测速牌，速度难以提升。当时时任的交通部长贺成旦选择了台九线拓宽为双向四车道方案的花东景观大道来取代花东快，期望在提升速度与保护环境中求得平衡，但最终速度仅有微幅提升，却在过程中牺牲了大量的良田，而且在预算的排挤下，使得花东快难以继续推动。直到2020年苏花改全线完工后，前往花东的车流量有显著的成长，未来再配合进行中的苏花安计划，将大幅缩短前往花东的行车时间，所以政府便因应重启了花东快的计划，并把起点延长到新城，让路线更靠近苏花安计划的终点。新版的可行性研究预计在今年下半年释出。我们刚刚看到，由于政府的错误的决策哦，造成地方居民的损失，再来其实用路人并没有得到更好的这个行速哦，没有，那错误的决策就是比贪污还要更严重哦。短短的160公里哦，我们目前可以看到所有这个台九线哦已经扩宽30年有余了哈。从我小时候就听到台九线在扩宽，到现在还在扩宽哦。难道我们花莲县的县民是二等公民吗？这个是本席哦在竞选的时候所提出来的这个政见哦，就是全力推动花东快速道路了哦。有的人在网络上在问哦，这个是不是又是空头支票？我们发展后山哦，交通为先。那我们知道，进步的城市哦，一定要有便捷的交通。没有便捷的交通哦，其实你讲瓦进步，我嘛不爱相信了吼。那发展花东快速道路，会针对我们花莲县的农产哦的运输，可以降低它的成本，而且可以减少一些天灾来影响到运输哦。再来，我们花莲是观光重县哦。现在我们有叫做高低速道通道，高速就有我们花东快，低速由我们的台九线来辅助哈，这可以减少车祸，可以形成完整的这个观光体验哈。再来，花东快我们可以来开发台湾首座的这个自行车高速公路，这个可以比照德国，德国目前就有一个自行车高速公路哈。可以创造我们这壮游体验，就是花东两线哦，啊，然后可以让喜爱自由车的人可以来做这个一个体验。再来，它的休息站哦，可以来做环境教育中心，针对它的休息站的地方这个特色的环境来做一个休息站，可以深入来开发旅游哦。所以再来我们。花东快还有牵扯到国防，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设计，我们可以来快速的补给，在国防上，花东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道路哦。我们的国防都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中央政府过去一直在做可行性评估，到现在为止迟迟不肯给我们花莲人一个明确的答案，到底要不要建，会不会建？那我现在要请问我们的县长哦。花莲人真的大家要一起团结哦，这个结合宜花东东啊，宜兰花莲台东屏东一起把我们环岛高速路网还有整个公路体系要完成。高速路是一个，快速路是一个，还有我们基本的台九线，我们的公路路网、生活路网，还有铁路的部分。所以傅昆萁委员在他这个任立委，在这个也长期在这个对于交通的部分去争取还有反应，所以在这一次的花东快的部分已经启动评估了。其实这在道路上面，中央政府都应该给东台湾一个公道。所以县长现在也不能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花东快什么时候会开始启动新建？现在已经
我们知道的是中央交通部已经重启评估，但是什么时候，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也跟交通部来连结，看现在到底现在交通部的这个方向，以及我们会请郑天才委员和副委员以及中央的委员一起共同来重视这个议题。